这玩意儿是熟练的工作。看马老师有好多颗珍珠啊。哦。它挺圆。郭老师，你摸到珍珠了吗？啊，我这开不开啊！我这太紧了，我这找不着眼儿。哦，我这有珍珠。我这有一个。哎，还有一个。它挺圆。我有，漂亮漂亮。哎，这大。这么大。哎，你看我这个摸出两个，你那珍珠哎很大，哎，这里有两颗，没逮着啊。不行，郭老师，我要指导指导吧，怎么开背啊？来，郭老师，这样刀尖一进去，往下一滑，这边割开，哦，然后这边再一滑也行，啊，要摸珍珠的话是这里、这个、啊，哦。我有漂亮漂亮，你看，哎、谢谢谢谢，你看我啊，谢谢，哎，来来来，啊，哦哦，两颗、哎、两颗两颗，哦，来、哦，哎呀，有，哎，我真有啊，这里啊，哦，找着了，在肉里头了，啊，在肉里，珍珠在肉里啊，哎呀，还真有啊，摸俩了都，老好了，真挺圆、啊。嘎好、啊、这珍珠，我就受不了这玩意儿，我开过一回想吐。怎么？没有，没事儿。来吧，开吧，小贤。哇！可以不用戴手套摸珍珠，不用戴手套，戴手套感觉不好。摸珍珠不戴手套啊？啊，对对对，啊，那样才手感才好嘛。呀，好黏呐！哥你，哦妈！捏哪？我现在是没有整明白。哥哥，我们有必要这样玩一个吗？但实际上就是，其实你要捏碎它没有，就肯定没有了。好了，老师，我这边够了。啊，我够的了。没了，我这里边全完事了。行，我也差不多了。嗨，这点儿，这点儿，我去洗洗。慢啊，完了。你知道你刚刚的动作有多么不雅吗？咋不雅了？那蹲那嘎子了吗？也不老少呢，都我就我这少。我觉得毛毛哥那个开的应该挺好，挺多的。哎，你看我这大，你这大。哦，我以为你要拿。哎呀妈，这么多机器拍着呢，真能拿呀？都摆在这里啊，看看谁的漂亮，你我的心灵美，自己感觉怎么样？你们说谁胜啊？每个人审美不同，对，都一样，质量都一样，但是啊，只拿数量取胜。那今天就是，对，那毛老师开的最多，对，毛老师最好。
那今天就是老老师，感谢感谢，太好了，优胜啊！谢谢，来吧，谢谢你。今天你们拿回去，你们分别打架就行了，别了，还是一人俩吧，我们肯定打架。拿多拿少的，啊、对，这样我就不要俩了，我就要我刚才那我那单奔那不一样那个、啊，您给我拍出来、啊，我就要一个了，剩下我、啊、你们随便吧。挑啊！我也要个特殊的，像光泽亮的啊，这个特殊。啊哎呦！哎呀，还扒拉我刚才，怎么这贪婪劲儿上来了？然后这个，真挺真挺好，得嘞，谢谢您。行了，学到了很多，学到了很多，老师。这个我们平时一般出来都没有机会体验这些东西，对，对谢谢您。有机会多来北海啊！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再来找您这开背来。好，你们能把这个开背学会，也算我一个收获。谢谢。好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，谢谢您了，拜拜。去玩水上项目，走吧。这个水非下不可吗？可以不下呀、啊。咱们是干嘛？嗯玩三款，是不是？嗯，没有谁一定要下水的。三款游戏，我不敢说话，但我能点头。哼，你想干什么？我说我点头。哼。我今儿下了，今儿我要游泳去，一会儿我蝶泳知道吗？一定要记录，到时候桨板可容易掉水里啊，那肯定掉不下去呢。我说那个桨板想周翻了，比今天那周那船还难。昨天大勋哥说要是掉下去投给我们。我告诉你，那个板要是能翻，我脑袋给你。掉不下去，他除非是有船拉，他有船也有快艇在那拽你，那桨板是容易翻。但你要是在那滑，那在那水上，那掉下去。然后水上自行车，水上自行车你们可以玩玩。你们正好四个人嘛，就是两俩一组嘛。然后水上自行车比一个往返的那个来回的速度。那咱俩就桨板，咱俩比桨板没完事了吗？他们比自你先陪他们表演自行车，然后是那啥，你们比啊？你先跟他们比一轮自行车。比完一轮自行车之后，咱俩再比一轮桨板，这不就完事儿了吗？大勋哥安排的明明白白的。下午的活动，你看我安排的是不是明明白白？玩我，别，这么安排行吗？麒麟，一切听哥哥的。那就这样，听我的话，就是你先来一个浮潜，浮完潜之后玩桨板，玩完桨板之后玩电动冲浪板。好好啊，这人有点权力啊，他就在瞎用。耽误了，走吧。打电话了吗？哎呦，打电话能不打电话吗？老秦，哎哎，哥，谢谢。小英一哥，别别，哎对，我他妈的，是俩人吧？说的是，他说老秦是德云一哥，为什么？这不是昨天跟咱一起浮潜那个吗？哦，是吧？是，这贴脸开大。这昨天跟你还有点交流呢。昨天就问他了，说那个岳云鹏跟你俩想，哦，我们仨争抢德云一哥，跟我争德云一哥门都没有。好啊，可恨呐，这人，恨死我了，我不活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游客中心，然后刚才过马路了，然后现在要往海边走了，应该就下面那伞那儿，我感觉黄了。Waited all week, finally had our chance to fill up our shirts, roll up our pants. 哇，好厉害！哦，哦，哦。